Sabrina, do you know how many tribes of indigenous people are there in Taiwan? I will say 16. Why ask? Our next show will perform by the Zhou. They will perform a song, When the Millet Grows Up. Wow, I love their voice. Yes, everyone please give a big clap. Let's welcome Yo Fai Foy Nana to the stage.大家好，我们是第二届 DFC 台湾的参赛队伍，灌溉小米圆嫩芽。那么在我们故事开始之前，我们想带来一首我们的周族古调《那歌某》，叫做《青年颂》。那么这首歌是我们最早学习的一首古调之一，也象征着我们学习文化的开始。歌马歌闹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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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大家。好，那其实学习文化、传承文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每当我们看到自己身旁的朋友或是同学，有时甚至是自己，对于自己的文化不了解，甚至是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会感觉到有点难过，然后甚至是有点愧疚。这个就像是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回家的路。因为文化其实对我们来说，它时时刻刻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那只不过我们却没有去学习它，去理解它，导致了其实我们文化越来越少人知道。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开始了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自己的文化。我们在差不多7年前的时候参加了特富野部落的猴梅亚亚小米祭，还有点像是其他族的丰年祭。那么我们除了参与与学习之外，我们还将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还有一些东西统整成资料，做成了类似一个周刊，还有一些小短片来分享给我们在部落的大家。那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年轻人对于学习文化的意识；另一方面，我们是想让长辈们知道，其实是有年轻人想要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那其实，在这一次的参与以后，我们也了解到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们亲自的参与与学习之后，其实看到的是，在那种传统记忆场域里面的都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父母那一辈，甚至是更老的长辈，年轻人很少。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之后，也是这7年到一直到今天，这7年当中，我们有许多人还是仍然继续参加我们的部落事务，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在7年当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成长了不少，改变了也不少。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我们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教导者、分享者的角色。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在这7年当中，我们虽然不断的学习，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这一辈有学习到知识，可是我们下一辈弟弟妹妹们好像也遇到了跟我们当时一样的状况。对，那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学了这么多，那么为什么不换成是我们来教他们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在大约2年前创立了守部族这个营队。那守部族是周语生活的意思，那么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对于学习文化的热忱，来点燃他们心中那个学习文化的小火苗。那带营队很累，没错，可是其实我个人只要听到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在营队结束后的休息时间，可能随便哼个一两句古调，我内心其实就觉得还已经这些努力都值得的。那我故事其实到这边也差不多了。那么到最后，最后我想分享给大家一首歌，叫做《Sakio》。那么《Sakio》也是我们最早学习的古调之一。那么如今我们从学习者、学习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去教导他们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唱的歌，也就是我们教给弟弟妹妹的歌。对，那么我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带来我们这首《Sakio》。我唱起来。
再次谢谢梦想之舟青年团，他们也是台湾 DFC 的毕业生，但是希望永远都不要毕业哦。Thank you once again.